记者方维多台北报道。 Jaguar Land Rover 两个品牌共同以极大化自动驾驶的应用范畴为目标，包含一般道路驾驶与全地形路面环境等无限可能性，就和汽车提供。因应本次专案测试，英国 Coventry 与全球12个城市同步启动城市路测，负责研发专案的英国 AutoDrive 机构积极推动英国成为全球研究、开发与实现自动驾驶以及车联科技的国际中心，目前已于封闭场域测试并验证目前技术研发成果。推动城市道路环境实测则是迈向未来实现阶段的关键一步。 Jaguar LandRover 同步发展全自动驾驶与半自动驾驶辅助科技，满足消费者享受安全智慧驾驭并充分保有乐趣的多元化需求，就和汽车提供。